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音乐说书人，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音乐说书人，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。在诗篇第50篇第23节说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当将感谢献上为祭，来荣耀主。和你分享小羊诗歌的这首《谢谢你，耶稣》。有种渴望在我深处，唯有你能使我满足。耶稣是我喜乐泉源，想到你便觉得甘甜。你的话是我的依靠，你慈爱将我拥抱。耶稣你是我的至宝，你对我是那么的好。你是我最好是的，我们当将以感谢为祭来献给主，因为唯有主耶稣的爱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满足，也唯有他是我们的至宝。有种渴望在我深处，唯有你能使我满足。耶稣是我喜乐泉源，想到你便觉得甘甜。你的话是谢谢你在